Hello， 大家好，很多久没有打开报纸啦。自从八月中旬 Supreme 跟 New York Post 联名之外，下一份要抢的报纸绝对就是这份《苹果日报》联名 Slam Dunk 灌篮高手。那可以看到封面是新装再编版第九集樱木花道个人照片，所以绝对可以拿回家当海报。然后里面呢，爆美的部分有很多是主角人物的登场，包含樱木花道、流川枫等人的介绍。那可以看到一份报纸，就是非常亲民的15块钱的定价，可以买到你的回忆。所以喜欢的朋友还赶快去各大超商购买。那祝大家读报愉快喽！